先不要看。今天的静文姐实在太辣了，由贾静雯监制的电视剧《啊别闹了》最近终于要上映啦。除了找来碧丽姐，时隔15年再度复出，金钟影帝柯佳嬿也在其中。不过12号的发布记者会，有猛男相伴出场，柯先整个人都慌了。狂开恋爱线，大玩交友软体，不过现实中的他可是一点都没办法哦。因为我不会电脑，而且我手机都不敢接电话，从来没有接电话。对，40年不变的电话号码。有一天，我要找伴侣好像很难。那外形，他要了解我。外形呢？外形哦，帅就好。一定要帅啊！会穿搭，会懂音乐啊，会喜欢旅行，很幽默啊。对，没有这个人，有一定有，一定有，早有碰到随缘。现在应该是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我个人觉得他们那个康仁哥碰静雯姐脚这件事情是超害羞，你知道我除了害羞哎，我第一次被捧脚是《倚天屠龙记》的苏有朋，好不好？古装里面的造化。第二个就是吴康仁捧我的脚，相隔了多少年？21年。哎，你干嘛叫？哈哈哈哈哈！就是隔21年再捧脚，这种活见酒的画面，大家不看吗？